而且我姐每次洗澡都不关门。姐，你在干嘛？在洗澡啊。哇，马赛克哎！哇，太多了。你们差几岁啊？差11个月。来，最壮一。衣服堆积如山，还不喜欢整理。就是我住在台南，然后我就是去找他玩，然后会跟他一起睡觉，会整理衣服。然后旁边有那个衣橱啊，他就是衣服都会堆在那边，一个山一个山一个山这样。就有谣言讲说，有人家里面是没有被子，也不需要被子，就衣服这样裹到身上睡，然后第二天就出门了，是类似这样。没有那么夸张。他会不会这样？比如说到那边，然后裤子一脱，然后圆形的。汤哥，我要跟你说，那个是我妹妹，她来我家都直接脱掉。那你凭什么控诉人家？可是我是放在衣柜旁边，没有不会经过衣柜啊。哎呦，不是你为什么不放进去？没有没有，放不下。我是放在衣柜旁边。我不是衣柜，我们有衣柜，我们不会把。衣柜里面什么要放？我们这不是放衣服，放衣柜里面。可是我放在衣柜门口哎。不是你这个是放衣柜拿来做什么？还多看你还对，妹妹第一次上电视，衣柜到底要不要给她面子？不是，衣柜就是摆衣服在里面呐。对啊，没有说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衣柜哦，我们不开门的，我们都摆外面。对啊，配合一下。衣柜就要放进去，因为我衣柜满了。哦，对嘛，你这样好讲啊。哦，衣柜满了，对嘛？合作讲这个就好。第二个，第二项控诉的罪状是。在卧室吃东西，掉的到处都是。所以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还是佛心哦，就是掉东西，你当认为是在布施。对。对嘞。所以你会在床上吃吗？不会，但我是在床的旁边，可以吧？你又是什么旁边？你是在旁边讲借口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在坐在床上吃嘛。不是不是，刚好就在床的。这个旁边哎，靠着，我有那个兴趣，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兴趣，因为我想睡觉，但是我又想吃，我只能选在中间值啊，在前面吃。中间值就是我喜欢在床的旁边吃东西。你所以坐在床的旁边边吗？不是，还是很想地板，地板不是啊，床旁边的地板。这是床啊。对，然后我坐在这里。他在这里，我喜欢坐着。罪状三，超级控制狂，每天都要使唤我。那两个坐在一起。真的控制，真的控制别人呐。可是你们差年龄差这么近，你应该会不服气。对啊。不会啊，因为他比较成熟。嗯。讲话的时候。好像没有要控制的。对啊，我在帮你找。对啊。他不会啊。引导他怎么控制你啊？我今天化妆，然后我可能画不好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这边不能这样子画。”然后口红，你怎么擦这种颜色？这模仿很像他。嗯。那再来下一个。下一个。最后最壮士使用浴室不关门，把我当空气。这个行为，这个行为很性感。是洗澡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你们不一样，人家是洗澡，他们是大便。我们洗澡大便都一起的。啊？所以你边洗边？洗澡他们大便啊？哦，一起。所以你为什么用浴室不关？那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就是经过就会看到他的裸体，然后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说，如果有人来的话啊，不就会被看到吗？不是，这样很危险呢。不是外面还有门？门开啊，打开就会看到啦。就是外面门打开。哎，我姐在洗澡，来哦。而且他那个家里的门都不锁啊，家里门都不锁。不会锁，不会锁。没有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他在的时候，他一进来我就没有去锁他。就等于是外面如果有人想进来，是可以进来的。哦，这样危险。所以说我们以后都不要跟踪他，我们跟踪他就好。他一进去，我们不会锁门了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还有偷拍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我今天来揭发你们的女生月月，她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不要看她每天都美美的，其实她私底下有一些肮脏的行为。哎，姐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叫外卖啊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在吃很多吗？我知道什么很容易肚子饿，很烦哦。谢谢。这个哦，要拿这个，对的。谢谢哦。那他们还有谁？啊，还有那么多。对，要分开拿。好。你的身体撞击。我有叫吗？哎，姐，我们有叫东西吗？有，我刚吃完面包。
且还三桶，太夸张了吧！你看他都吃这么多，而且一个人都可以把三桶吃完。你怎么又在吃东西？而且还是在床边，这样子习惯不好哎。不会吧？在床边吃的书包又靠着。结果你还喝六杯饮料，没有六杯啊，有一杯送给你的。我姐有个坏习惯，很常叫我做东做西、做牛做马的。星星，再来一下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看，姐干嘛？按摩，不然干嘛？哦，好啦。你看他的床边一大堆衣服，超级多、超级乱的。太夸张了吧！而且我姐每次洗澡都不关门。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洗澡啊。哇，马赛克哎！哇，我在动啊。帮我拿一下毛巾好不好？好啦。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